1996-5232 1996-5232，户民生命文化基金会。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台南分会举办共修法会，日期2月19日星期六起，时间每周六下午2点至5点，修持不动佛仪轨，恭诵月藏经吉祥文，恭请湛信法师领众。联络电话0627166116或0627166612，0627166616或0627166612。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路2段345号，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益，共沐佛恩。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，敬请佩戴口罩，量体温。重视人生，成就生命。生命电视与您一同拥抱生命，迎向未来。接下来请收看舒食好主意。舒食好主意，美味有创意。各位菩萨阿弥陀佛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蔬食好主意。在环保养生的观念抬头下，健康美味的素食更能满足现在人的需求。尤其应用在地的好食材，无添加人工的化合物，掌握做菜的诀窍，就可以让初学的新手还有一般的家庭主妇都能够轻松上手，煮出创意营养美味兼顾的好料理。那今天要为大家介绍什么样的好吃美食呢？让我们一起来看下面精彩的节目。这次呢，我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一道美味佳肴叫做日式焗烤味噌笋。好，这个笋呢，我们从好，我们大家看这里哦，这食材在这里。这个笋是现在最当下最时令最好的竹笋的绿竹笋，一定要用这种才可以哈。啊，这选择笋嘛，就头大大的，然后上面有一点弯哈，那一定不要头这边哈，尾巴这边不要有绿色的，绿色的会苦苦的，出土太长不可以，所以我们要选择这种的金黄色的头哈。再来好，我们这个介绍从这边介绍哈，这个是细砂糖，好，任何糖都可以的，我们只是用的是细砂糖。然后这个是起司丝，好，起司丝，然后这个叫七味粉，七味粉就是七种植物去磨成粉的七味粉。然后这个是素食沙拉，好，啊，这个是 miso。也就是味噌，细的一定要买细的味噌，焗烤才好吃。那这个豆腐乳，豆腐乳也一样，要找那种甘甜的哈，这个非常重要，不要找那个咸啊咸的细的，还不好吃哈，要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口味。然后这个是什么？纯米淋，好，这个是加在里面调味出来就非常的好。好，我们今天所有的食材都在这里，不用味素，不用盐，这样就 OK 了。谢谢。这次呢，我们一样邀请到我最仰慕的这个素食达人张师兄啊，师姐，欢迎你，所有我们电视机的菩萨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啊！今天要特别要为大家介绍一个非常清爽而且好吃的佳肴，叫做日式焗烤味噌笋。对，这很棒哈。这个顾名思义哈，有点笋啊，这也主角了。对。那这个笋子啊，可以比较清爽哈，然后让这个身体代谢比较快哈，有点纤维哈。对。好，那我们先来看看哈。好，我们请张师兄来示范怎么切。好，来，这个就是大家看这里，应该来讲绿竹笋啊，这个形状是最棒的哈。对，头大，那个尖尖的底哈。
胖胖的，弯弯的哈。那我们再要拿它来做焗烤，那我们就先把它接下来撒。哎，对，先撒好呀，撒好一定撒好呀。哎，对对，因为撒鬼料，它有些的苦涩的味道会透过水啊，把它释放出来哈。对，啊，等我们撒瓦固哈，一般来讲，大概说15分钟到2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哈，捞起。但是我昨没用撒，我用电锅炊，安尼哈，甜分比较不会流失，这样哈，比较甜分完全就锁住在里面。好，这竹笋，其实看到这个竹笋也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呢。你看头弯弯的，这样我们做人怎样？干什么？爱谦虚哈，对对，要常常鞠躬，不能再硬的，这样不行哈。是是，好，是要柔软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利用这一个笋子里面的哈，这个笋肉哈，对。那我们要把它先稍微给它挖起来，起来要调味哈。那大概怎么挖呢？我们再看一下哈。大概先留一个位，哎，烘熊哈，大概有一个距离的位置。嗨，这个小心啊，慢慢的很没关系哈。那如果因为我们有一个特别小刀哈，然后沿着那个顺带边哈，对啊对啊，把它里面挖出来。对对对，啊，其实哈，这种哈，你讲按来做是看起来较水啦哈。啊，那无其实哈，你把它一样哦，把它啊，我袂用哦，然后归去，我剁剁剁剁的。那可以啊。系啊，剁剁，我放一个盘落去烤出来嘛，是赶快哈，也不一定一定要这个，这个是你大师型啊，对不对？一般家庭主妇我要倒过来买一支小刀，哇，那代志伤大条啦，是不是安尼哈？哎，对对对，所以讲哦。安尼哈，伊是因为伊未使凊彩做做呀，对不对？色香味让它聚起。不过我们在家做菜买不让凊彩呢，因为我还觉得家里长足很重要。那当然，你的用心哈，嘿，可以用钢筒。那当然，那当然，但是是这么说啦，这样说，你讲究完美主义啦，对不对？你看，你讲你那安尼哦，啊，煮个一道顶个摆起，哇，色香味俱佳，对不对？哈，等着先生哈、师兄回来吃饭，等着孩子回来，你说哪个家庭不圆满呢？我觉得说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哈。我们要制造家庭幸福圆满的元素哈。第二就是爱上上，哎，家里你主人很重要，对不对？男人的胃要看你。所以人家说啊，哈，是吧？哎，你会煮的一些好菜啊，你就是你家的观音呐、啊，你知道哈、嗯？哎，观察我们家全家人的声音，他们喜欢吃什么，对不对？哈，哇，你做出大家都喜欢吃的，哦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这就是领导的哈，菩萨，菩萨，对不对？哎、所以，哎，我以前未晓做，我今麦会晓做，我嘛感觉就有成就。好，这个大家都有心哈。哎，对对，我们就把这个这个里面的肉哈、哦，切成这个小丁，对啊、哦，小丁，因为啊，伊内底啊个伊人一定看，那一个有要会熬出来，因为啊那个咱我们在录影的时候，我们难免时间的关系，各方面的关系，所以没有办法完全的熬。你不熬出来，把你带归归地当里去啊？嘛是会使啦，无啦，人是讲，哎呦，安那看龙眼，安内底为什么那个有肉的？你那安尼做好无哈？好了，阿杰先看一下哈，拿在碗过来，最重要就是这个哦，这个哈，正好先把它放在这里哈，调味。我们先把那个几个重点的味哈，尤其是那个杰西记的导入，你导入哈，听哈，你记得好拍起来了，哎，你半袋就好了，哎呀，半袋就好，哎，半袋唔知较少一时也袂。因为我现在没有导入，导入有那个香味、香气，嘿，然后来这是味素，味素，味素个导入你感觉，哇、哦，那拢全掺只咸，其实一点拢无咸哈，安尼加起来真的是很棒的。好，来，我来帮忙，来，这个是纯味淋，味淋要多少呢？哎，可惜哈，你那。大概，那哪卖讲几瓢啦？让它打起来是比较那个汤汁的，哥哥安尼哈，哥哥安尼就会晒了哈。那么三小时，哎，三小时够了，差不多够三小时了哈，安差不多。冰糖，冰糖是细的，细的哦，细的，唔当粗的哦，粗的怕袂油啊哈。细三，细三，哎，该怕的爽，怕的爽啊。阿哥有，阿哥爱加几行。好的，我们一起做些解放，我们加一下。加一点沙拉，这个是淡的沙拉。对，这是沙拉。沙拉。因为他们要融合在一起，一定要有几些沙拉哈。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我们在使用这样的，其实导入旁边的米索，米索是加重要，就是那个味，那它的味道绝对会很要好一点的那个。但是你导入一定要找一种甘的甘甜味，甘甜，对对对。
哎，晒了，差不多了，来，把刚刚切好的竹笋，竹笋，有的人是干呐哈，切好过来放在家，啊，结果哈没有拌这一些汁。好、哦、啊，我们是以按那关给它好结，溶结在里面。哎啊，他把这个汁全部那拌一拌，再改回去，对不？按那它胖哈，导入的胖味弄个你袋一袋，哦，就简单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你那不要用这个卡，你用一袋盘子，用一个盘子呢，把做好的放在烤盘上面，盘子上面就可以了啊。对，哦，这样你可以哈、哦、比较看唔免紧张，讲我切起袂碎啦，哈、哦，切起袂是安尼哈。哦，安尼的，安、啊，你看这个这么好做的菜，而且又非常的好，而且这个汁哈、哦、非常好，你可以其他的都可以做，比如说我撒菜撒后哈，你这个汁哈、哦、调可以做出几十种，举一反三。这个汁哈、哦，你把这个汁哈、哦、淋在烫好的青菜上面，嘛就好吃。对对对，咖啡水撒撒给淋上去嘛，就好吃。所以这个汁就很重要。刚刚周姐提到，就是其实我们在料理里面，对，都是没有肉，所以没有很多的甜度或是其他的鲜度，我们要靠一些好的食材，对，让它膨开的啦，哎，对对对，就会不舒，对对对，好，再加一点，要焗烤，所以我们要加一点起司丝，哎，来。对，来，好，来，把它撒在上面，我这汤给煮碎也就好吃，哎，非常棒，哎，哦，这个焗烤哈、哦，你俩放在一个盘子上面，也一样撒上起司丝，烤起来味道也是非常的好，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大概是行差不多一般行差不多十二分钟到十五分钟，啊，行了时阵较加。弄一下，你要先把干嘛好？按先干嘛嘛？干嘛嘛不要紧哈。这个叫七味粉，七味粉好，有七种的植物哈，七哎，有很多种哈，七种的那个植物磨成的粉，这个非常的好。好，你做什么事情都可以，市面都可以买得到了，这个七都可以，只要是那个食品材料行都可以。所以这行这个日式焗烤味噌笋大概它的做法就很简单，就这样而已。那你说啊，来这给它笋那里啊不够，其他你可以再加其他原料，比如说你需要加一点点什么的啊，比如说啊你喜欢吃香菇，可以加一点点也没有关系。是啊，你活头菇也可以啊，或者是其他的菇也可以啊，你可以把它加在里面。你想加什么你就加什么，因为这菜我感觉就是你的心情课，然后把最健康然后最天然的食材，对，然后把它呈现，对，其实我觉得这菜是很简单的，而且是很快乐的、啊、你想做的就简单的啦，但是那简单我们第一所有前面的好朋友也都会啊，他们都很厉害的咧，但是需要你的引导、我们只是说、有一点点经验分享，其实菜干单，但是就是你可能就是在找食材的部分要花一点心思的。对，比如说你去买这个导入，你买很多事情讲吼，买啊你咸嘟嘟啊，还做个些东西，胖啊，当然做个不会这样哈。对，所以这个我们在家里做菜啊，其实就是对食材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。对，好的食材绝对就会做出好的东西，加上你的好的心情，那当然，那就最棒了。然后心情啦，好。做事的轻快，所以讲，咱大家拢心情真好，希望大家做菜的时阵，当下那个心情好啦，然后顺便一边念佛也很好啦。哦，那当然喽，快乐的事情。那做了一些好菜，然后等个家人回来一起共享，哦，那领导人一定上心哈，对不对？所以按喊十五分钟就好了哈。我们今天呢介绍这样子的话，我们赶快就做这样就好，然后要换烤箱了。烤箱。好啊，烤箱呢？要烤个20分钟左右嘛，你自己看，你看会啦，会，哎，看会啦，会啦，较大，差不多20分红啊，你就跟旁转，因为这地笋本来就熟的嘛，只是把它烤下去，让那个味真的味道融合，还有起司能够可以焦出焦金黄色的。好，那我们呢？其实我们为了时间的关系，已经烘好了，来来来，看麦，看烘好，来烘好在这啦，来来烘好在这，好，看看呢，好。已经烤好了在这里，好，分享给大家，希望大家都来做看看。是。日式焗烤味噌笋，食材绿竹笋，
调味料细糖少许，起司丝，七味粉，素食沙拉，味增，细豆腐乳，纯米淋。做法一：将绿竹笋连壳煮熟约15至20分钟之后，从中央切半。二：用刀沿边缘挖出笋肉，切成丁再排好。三：将豆腐乳、味增、味淋、细糖、沙拉融合，放入切好竹笋。四：将带汁竹笋放入笋壳中，撒上起司丝、七味粉。五：放入烤箱约12分，烤至金黄色即可端出。各位好，现在呢，再来要跟各位介绍的这一道菜叫做凉拌五色双耳。好，什么叫双耳呢？就是白木耳跟黑木耳这两样都是非常胶质非常好的。好，好，我们来看看这边的食材。好，我们从白木耳开始。好，这是白木耳，大家都知道哈，这个是新鲜白木耳，也可以，或者是说买干的来啊泡一下也可以哈。然后这个是小黄瓜，啊，这个是黄椒，啊，嫩姜片，啊，再来这个就是哎杏鲍菇、红椒、黑木耳，全部的食材在这里。好，那再反过来看这边，啊，这个是香油、盐，好，胡椒粉、香菇粉。这样全部的食材在这里，也是不大需要靠很多的，其他的那个锅碗瓢盆来做这一道菜，做起来也是简单又好做，营养又非常好。我们呢仍然要麻烦张师兄来为我们示范这一道菜。好，好不好？好的，好，请张师兄请。菩萨，阿弥陀佛。那今天要再来试用一道哈，又因为结合这个五色均衡了哈。对，所以我们常常讲这个天天五蔬果哈，哎，这个健康跟着走，所以没问题。五种颜色的，红的啦，黄的啦，绿的啦，黑的、白的啦哈，弄五。哎，对对对对。好，所以我们首先上来来看一下。先处理一下我们的这个杏鲍菇。杏鲍菇，杏鲍菇当然你哪边穿烫嘛是可以，那不穿烫你可以稍微，因为有煎起来，煎起来它不会有那个菇的，嘿，对对，比较不会有那个菇的味道哈，所以好，假如说我们要煮这个菇的话，是最好是煎一下，这样比较不会有菇的味道那么浓。你盘开嘛，嘿嘿嘿嘿，你就把它切成小片。哎，安尼切切来，拢是简单的煎一下，煎一下就好了，很快。再可能煎可能是差不多几分钟过的，差不多煎好啊。好，这款就够了。切一下 ，OK。好，好，把它放一点油。放一点点油。哎，我给你开，哎，无开，哎，好好。煎一煎一点点嘛就好，让它稍微给它哎呀一点点香气就好了。对，唔免煎伤久，煎伤久哈。好，这直接放了哈，能有没有关系？我们就哎，你对，安尼汤就好了哈。哎，有倒无？有啊，有啊，有啊。啊，好好好，安尼锅会上少未？冇紧，可以的。安尼好，安尼好，好，过来。好。啊，那个要什么？啊，姜片。没问题。好，姜片我们不炒，我们就直接哈，对，姜片，因为这嫩姜是现在最好的哈，所以切越薄越好吧哈。对，然后加去加起来凉拌。这个姜哈，其实在料理，尤其凉拌的时候，会增加一点点它的提味啦。对对对，尤其现在嫩姜上钓时的时阵哈，就好做代志，嫩姜茎就好做代志哈。我们任何菜，青菜什么菜，都把它加一点，真的都非常的好。旁边备用。好，再来呢，小黄瓜。小黄瓜好，来，这个洗过了，头尾切一下。妈咪，应该一条吧？啊。对吧，面那个好，先切对切。哎，好，对切。我们是切成片吗？没有，我要去一下，我要切成菱角。好，哦，要菱形的对哈。对。
可以可以可以。那我要把那个前面的稍微的纸哈，嗯，当然也不一定啦。我们拿去就是也蛮写生起来啦，洗乎啦，磨切掉啦。哎呦，你遐面，遐那面啦，会食的物件哈。伊个字好微哈，他在做凉拌的时候，看就知啊，无干。注意边啊哈，把它变起来啊。好。可以，那写完去。赶紧变过，哎，哦，那安尼了后吼，安尼稍微蒸一下，点点嘛就好，绝对袂有高味，对不对？而且杏鲍菇很特别，它经过简单的稍微啊煎一烹开哈，它的甜度会增加，非常好。而且绝对也袂有迄个高的咸哈，绝对也去掉。什么原理我袂晓讲，就是这样。它的本性，对，只能这么说了。本性，只能这么说了啊。好，可以切大一点没关系，因为姜片跟那个都比较大。好，来，再来呢。好，这个灯应该够了。好，半颗就好，这不用那么多，半颗就好哈。半颗就可以。好，不要拿去放。我们的新闻就好了。已经 OK 了，把它先捞起来吧。关火。哎，好。好，把它捞起来吧。我再给待会要一起拌在那个东西上面哈。哎，等一下放在这边要拌，等它凉了一下。好，这个锅子收起来了，放在这边好了。好，那边 OK， 没问题。好，这个再来把那个锅子是不是拿过来？好，待会哈要穿烫的东西哈。对，是我们的好黄家也来。所以这个五色哈，当然东人客人买食材看这是做啊哈，不过其实。除了颜色漂亮，其实在营养上是非常丰富的嘿。啊，你这样稍微轻轻的穿烫一下下，营养都不流失，对，绝对不流失的。安尼做起哈，也袂讲足浅的哈，啊，营养也不错。营养不流失，头把它切一点掉吧，才不会哈。如果它干货呀，白色的流掉。嘿，啊，头切一点点啊掉哈。就是它白色的稍微给它留一下。对，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非常的好，这样做起来五色颜色也漂亮，而且完全都没有流失它的本身的营养分都没有流失。好，好，拿过来，好，黄椒，不要这个，好，黄椒，黄椒，一半一半这样配起来刚刚好，颜色很漂亮，哎，对对对，不错不错，哎。啊，其实你也可以用其他的材料，也不一定说啊，你五色就是用这种五种哈，你可以，你可以用你喜欢的菜啊，对不对哈？比如说啊，芦笋呐，哦，那个很好，我弄就好的呀哈，或是什么都可以，好，薏米笋也可以，可以，那个都是非常好的东西。其实蔬食哈，你没有去菜市场看哦，你会做的话，觉得满地都是，哈，到处都是。那草木切不是我们刚刚有总量是这个木耳，因为木耳的营养很高哈，对，木耳来讲，哎，胶质，这个白木耳不熟悉的硬木了哈。哎，对对对。那我们准备要穿烫，我要把这个把拿过来，来，我回回。好就可以了，白木耳，白木耳、黑木耳同时去穿烫就可以了。啊，其实这一些哈都有泡过水，因为你那是会干的哈，爱泡过水。啊，你那不会干的，好也是要穿烫一下，让它熟了以后哈，才啊这样泡一下就可以，因为它本身就有穿烫过。好，好，再来这些材料，这些材料哈。黄椒、红椒，哎、还有这个、哎，这个简单穿烫就好，这样才营养不流失、不流失，这意思是过水一下就可以了。哎，应该差不多了哈。好 ，OK。好，这个水滚，然后大概一个十秒钟就差不多可以了哈。十秒、十五秒。二十秒还不，现在要给他。没有，没关系。真是生吃也可以呢。对，先生吃也可以。我知道，来，还有这个。好，姜片也下去。哎，对对对。扒散一下哈。对对对。OK， 好。再来加。接下来就要准备调味了哈，很简单。我们先加我们的盐。盐，对，盐让它能够哈入味一下。多少？这一定要给你加了哈。对，这是哈盐哈，我们拿不到，拿到汤就麻烦。盐巴对。好，那加一点点我们的香菇粉。香菇粉。啊，这个鲜菇粉哈。然后这个是我们的胡椒粉。胡椒。
对，胡椒粉，有点香气，再加上一点点的香油，香油一匙，一匙够吧？够不够？可以，再多一点，多多一点点，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筷子拿过来，我们准备稍微跟它拌一下，这样就接近尾声了。对啊，就差不多，不简单嘛，收工了。我们这样吼，安尼吼，达人变化这么大，什么都可以，看起来哇，好简单，而且很简单啊。像如果说你在家里的很多这个朋友或是家里的这个家人喜欢吃辣的，你就加一点点辣油或者是豆瓣酱都可以，这个没关系。对对对，一定没败哦，安尼看起来就没败哦。OK， 好，大概拌均匀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准备哈，把我们盘子拿过来就可以了。下，哇，这很营养，哇，哦，够水哦。我们再刚才看那搞得都爱加咖啡洗哈，来来。我来整理一下，好了 ，OK， 来，好啊，洗下给，好啊，没问题。好，来来来来，把它弄好一下，把它洗下给起来哈，红黄绿哈，五色了哈。我们今天是这个五色均衡凉拌的五色双鹅哈。对对对，这样非常清爽。哎哎，啊，好了吗？已经完成了。好，来，我过来一点，多一点哈。啊啊。谢谢我们的美食达人，哎，应该的，张师兄，为我们做出这么好的两道美食佳肴，最后呢，我让我们来回顾一下，回顾一下，看一下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哎，凉拌五色双耳。食材：白木耳、黑木耳、小黄瓜、黄椒、嫩姜、杏鲍菇、红椒。调味料：香油、盐、胡椒粉、香菇粉。做法：一、将杏鲍菇切片，两面为煎，取出凉后备用。二、将嫩姜切成薄片备用。三、将小黄瓜切成菱形，黄椒、红椒去籽切片，过水穿烫一下，约十秒钟。四、黑木耳、白木耳泡好，洗净去蒂，撕成小片，过水穿烫一下，再用凉水冲凉。五、将所有食材加在一起，放入姜片、盐、香菇粉、胡椒粉、香油拌匀，摆盘即可。附注：喜欢辣的可加芥末或辣椒。护持生命电视台，邮政话拨户名。财团法人生命传播文化置业基金会，划拨账号19965232，19965232，银行账号，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，账号012001197388，012001197388，传播佛法，救护生命。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南投地区新春起见护国祈福法会，大吉大乘十轮经，祈愿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，众生安乐，与法自信。恭请自诚法师主法领众，日期2月18日星期五，地藏十轮经第一卷至第四卷，2月19日星期六，地藏十轮经第五卷至第八卷，2月20日星期日，地藏十轮经第九卷至第十卷，下午放焰口，每日上午8点开始，地点南投县埔里镇天子宫，南投县埔里镇中心路23-10号，洽询电话0492315999，0492315999，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益，共沐佛恩。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，敬请佩戴口罩。